开饭喽！干嘛呀你？还给拨出点啥意思？我吃了，你爸爸吃了。就吃那么点啊？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今天本来哈，中午我都是中午一点发视频没发，为什么？那会儿我正在婆婆家呢。今天不是端午节吗？孩子们呢，头一天晚上就去了，然后我跟老张呢，我们俩早上起来去的。一到去婆婆那儿吧哈，我就爱磨蹭。我们家老张就催我，你倒是快点快点啊。我说哎，等会儿我把屋子收拾吧。收拾完了呢，他说你快点吧，你是吧，还得买东西啊什么的，别到中午了人家都做好饭你去吃啊。我说要不然我把这衣服洗了吧。今天早上起来太阳挺好的，洗完回来不就干了吗？哎，就是老是想哈，就是磨蹭。就不是那么积极主动，然后老张就说是吧，都几点了，我一看也是，当然你中午哈，你不合适，去吧。等坐在车上，我就跟老张我就说，我说你看每次去你们家吧，可能我的潜意识里哈就是犯怵，去你们家就犯怵。结果果不其然，对吧哈，我这个人吧，就是你们看我视频时间久了也知道，我这嘴也不是那个省油的，而且呢就是那种特别的就是认为自己对哈，绝不会委屈自己的那种人。可是唯独呢，在长辈面前，我就得忍，你知道吧？就得忍。爸妈那儿，你明明知道是吧？他们有的地方做的不对，那你怎么办？那么大岁数，你忍着呗。那呢，是吧？公公老实，就跟我们家老张似的不圆声。婆婆呢，要不说吧哈，为什么她把我这样的儿媳妇吸引到他们家呀？真的，她自己有原因。就是他自己身上的事儿，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们家绝对吸引什么样的人来。今天我们吃饭聊天，我婆婆还说呢，哎呀你这俩姑爷是真好，哎呀脾气也好人也好。我说为什么呀？我说他爸老实呀，我说我公公老实啊，所以吸引来的就是老实的孩子嘛。真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有的时候吧，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们吸引什么样的人来，我们真得努力克制去成为那样的人，不然的话哈，哎，特别准。我为什么又不高兴了？吃饭的时候那桌子上，我婆婆他们家就愿意摆一堆破报纸，脏了吧唧报纸。我以为啊，她每次吃完饭她换一批，每次换一批，实际上她不是，她那报纸是吃完了以后反复的用，就挺脏的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今天吃饭的时候就不小心，她手上有油嘛，吃鸡腿还是吃什么呀，就弄上油，结果那碗就滑，最后吃完了喝点汤的时候，我就没接住那碗，那汤就洒在桌子上，那纸就湿了。湿了嘛，孩子们就拿纸赶紧擦，到没弄到身上。等他都吃完饭你得收啊。收的时候你想那纸都湿了都烂了，我就卷，我就想着这堆纸全扔了吧。我婆婆就不干了。她的意思是哪儿湿你就扔哪儿，剩下没湿的呢还接着用下回。我一看那报纸都真的特脏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没理解人的意思啊，我就卷我就扔。他就说留着你别闹啊，我说怎么还你看看你吃点东西弄的哪儿都是。我婆婆当领导当惯了，就呲瞪人就跟呲瞪那什么似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特别有人老说兰兰你怎么对孩子那么说话，就是他把我吸引来的。然后呢我说这都脏了还用啊，还不换新的。我们家穷，我们家没你们家有钱。就说就你要好好说话，比如开玩笑那种口气我都能接受。我们家穷，我们家没钱，没你们家有钱，还来一个你们家有钱。我心说咱不是一家人吗，你没把我当一家人。哎呦当时给我气的哟。你说我要来一句给他怼回去，老太太躺那儿八十多岁了是不是，你说我这嘴是饶人的人吗？哎，换您您会怎么做？我今天回来我拿他儿子发气呀，是不是？我说也就我告诉你，我说这要你姐是我那俩姑子，她能一辈子不登门。我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呀，我是希望呢，哎，孩子奶奶关系好。你说你这媳妇儿跟奶奶关系不好，孩子慢慢的也就生疏了。所以我就是忍，真的我不愿事儿。哎，忍着呗。那怎么办？他是长辈啊，你也不能惹他生气，还有孩子那儿看着呢。
哎，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我现在就怀疑哈，就是我们家老张哈，这妈是不是亲妈？你说要是按说，如果比如说我哈，要是有儿子，肯定我就是为了我儿子，我在我媳妇儿面前也得有所收敛，是吧？那你看我对我姑爷也是哈，那我为什么对姑爷好啊？我是想让他能对我闺女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婆婆就是真是，哎，我也是看在我婆婆这么多年给我看孩子，也不就是。人嘛，他都有不足，有限的地方哈。哎，我真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。我不小心把水弄，我就想把那纸给他扔了。他说这么坏，你们说是我小题大做了吗？还是回来挺生气的。我刚才又给他们家儿子骂走了，我说你给我走，马上走。老张还别说，我走了，我不再生气了，走了。然后我刚才我说你干什么去？遛弯去，遛弯去了。他没拿书包，走不了。那我这气儿得出去呀，所以我们家老张就倒霉，赶上这么的。好了，跟我的朋友们、粉丝朋友掏的心里话，还有那些婆婆，你们看看啊，别老说儿媳妇，那又不是你闺女，是不是？差不多得了，拜拜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